撒下一颗种子，记录破土发芽、结果收获，之后晾干储存，或是通过各式烹饪摆上餐桌。从2019年4月起，李子柒发布的许多视频有了一个新名字“一物一生”，而与此同时，他的短视频内容也不再局限于美食。It's so simple, but it really touches you deeply. Yeah, there's nothing really fancy or complicated about it. It just reminds us that actually we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make our lives so complicated. With her videos, when you see her going out and doing these things, and you hear the sound of the knife cutting or her stamping on vegetables or preparing food, you know, all of these sounds, they're familiar to us. They are the music of nature. It's perhaps a new trend in social media that we want to appreciate a different pace of life. Her 视频还是就完全不一样的存在。她自己茶叶，然后跟那个奶奶还有那个邻居一起喝茶嘛，那个画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美。他视频里面描述的事情是生活的本质，他的视频里当中描述的事情还是我们莫名其妙感觉怀念的，可能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 DNA 里面应该有这种的记忆。人的目光，李子柒说。希望让城里的人知道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在围观一颗种子如何长大开花之后，体会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或许正是这份对土地食物的亲近和爱惜，让他在2020年获聘成为了首批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李子柒的各种文章是铺天盖地的多了起来。Her name is 李子柒。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李子柒channel？ 在带有诗意的田园背景当中，制作着各种美食。全世界多地的粉丝更。当我在收到那么多很特别的留言，看到那么多评论的时候，感动的内容真的蛮多的。就我真的觉得他们可能就太喜欢我们中国了吧，然后。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喜欢我们的美食，然后也喜欢就是我跟奶奶的这种感情，也喜欢我们的大好河山。在我每次做新年视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就是在我的留言下面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在祝福中国新年快乐，像地球村一样，大家其乐融融，都在祝福着同一件喜事。然后这个是真的还蛮动容的。其制作和手工技艺还多了蜀绣、木活字印刷等非遗传承。相比于之前3-5分钟的短视频，要把玉米、水稻、香菇、油菜等20多种作物的一生分别浓缩在10多分钟的视频里，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光是种植和拍摄就要贯穿季节交替，经历日出日落、风霜雨雪。一物一生，从种子到果实的全程展现，吸引了很多远离田园的都市。